片瓦楞纸的颜色它不重要，然后纸丝的方向也不重要，只需要就是描这些版型跟着剪下来就好。有两片是剪像这个甜甜圈一样，另外四片就是只单纯剪那个圆。这边使用的胶呢，你可以使用双面胶或者是薄涂白胶，我用的是口红胶，相片胶也可以，但注意就是不要用胶水，因为重点就是不要太湿。
像我们要粘贴布时都会使用双面胶，所以尽量就用双面胶把这个纸板布满，然后贴上布。多余的布我们就剪掉，那记得不要剪太多，至少要离纸板约一公分。那你可以拿比较好的布剪刀来剪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慢慢用一般的剪刀剪咯。双面胶就粘贴在布上，那尽量就靠近纸边，一样要分段粘贴。这边双面胶就是尽量把它压紧，那等一下我们要来打牙口的时候呢，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把双面胶剪断，因为如果你把每一个双面胶都剪断的话，待会撕会非常难撕，所以也就是说我都是用刀腹，我不是用刀尖在剪，我是用刀的那个肚子那边在剪，所以它那个双面胶就没有剪断，待会你撕的时候就可以整条撕起来。那当然如果你剪断也没有关系，可是你要慢慢再抠那些双面胶哦。Thank you.
这边我们等一下要贴透明片，所以就用细的双面胶来粘。那粘贴的时候你都可能需要剪个牙口比较好转弯，尽量还是不要剪断，这样子等一下撕的时候可以一口气把菱形纸一起撕起来，剪断的话就是慢慢抠，比较花时间而已。这边多出的透明片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修剪。那注意，只要是透明片的东西呢，尽量不要摩擦到，或者是你桌上的粉也不要沾黏到，不然的话就会觉得那个透明片会弄得很脏。Thank you.
这个纸蕾丝粘贴的时候呢，是粘在这个紫色的纸片上，它尚未粘到纸板。粘贴绳子的时候呢，就是你一定要厚涂白胶哦。虽然说它没有那么快干，但是它干了之后就会非常的坚固。由于这个绳子我们都是要来勾住扣子，会有点拉扯，所以你白胶一定要厚涂，然后等干大概都要等一天。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厚涂白胶后呢，就是用双面胶稍微做固定。正面还没有放进亮片，所以先不贴，但是你可以先合上来，把这个透明片超出的地方都先修剪，剪好之后我们要来到那个亮片之类的东西，再把这一片贴上去。
这个正面美边纸呢，我们放的时候就是尽量往这个外缘的地方贴，那你会看到它们的十字拼接有空隙，然后可能内缘也会有空隙，这些地方都不需要担心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有其他的图纸遮蔽。那我把它切成四等份呢，第一个它比较好贴，然后第二个它可以有一种不一样的图案变化。袋子里有一些小圆片，它就是让大家来补这种有缝隙或者比较不好看的地方，那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的哪一面粘贴上去之后，超出的地方就修剪好。然后我们找出那个有弧形的黄色纸丝线，我们就把它贴在内缘里面。
这边的花朵纸胶带粘贴呢，就是大家自己去自由编排都可以，那就是可以像我影片这样先把它层层叠叠叠起来，你就会发现哪个区域是会露出来的，就是你不要贴在那个会被遮蔽住的地方，没有意义，所以就是尽量贴在你看得到的地方。这边的泡棉胶都是粘贴双层，那记得等一下两两粘贴的时候，就是在泡棉胶上面涂一点点白胶，这样我们这样两片两片在合的时候呢，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万一不小心粘错就拔不起来的状况。这边呢就点对点的贴一点点双面胶，然后有空处的地方再涂一点点白胶，毕竟只要是跟透明片接触的地方啊，你用白胶粘很容易就会撕扯下来，所以还是需要用双面胶来加强一下。
然后记得这边要粘贴的时候呢，你都要先翻过来这个正面看一下，轻轻先粘贴着，等到你确定好再按压紧。这个周围的外框呢，要粘贴以前，我们要先把它比对一下这个线的地方，因为我们需要剪一个凹槽，让等一下粘贴的时候可以很顺利的密合。那注意这个瓦楞纸条呢，它的开口是在待会会有那个转盘的地方，其他的地方是会被封起来的。所以你可以就是围着测试一下，感觉一下，如果觉得太长都可以剪掉。Thank you.
这个边缘呢，我们要粘贴的时候就是厚涂白胶，然后围在刚刚我们做好记号的地方。因为它没有那么快干，所以我们要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 hold 住它，让它稍微干一点点再放手。那注意，我们在围绕这个的时候，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靠着底下这个外缘的边，它可能跟那个底下外缘的边会差个 0.3 到 0.5 公分，大家可以稍微感觉一下。这颗扣子呢，其实可以不用这个时候粘贴，因为一般扣子粘上胶粘贴上去啊，它要等个一天才会干，因为必须这边一定要厚涂白胶。那如果你现在马上就贴的话，像我这样，那你等一下再操作其他的东西，它有可能很容易掉。